索尼 PS 最近出了一个年终总结的网站，网址我放到屏幕上，各位可以登录查看。先分享一下我的，我在2023年一共玩了101款游戏，玩的第一款是《使命召唤19》，1月12号，这是 PSN 总结的。这一年我最喜欢这五款游戏，《使命召唤19》、《机甲佣兵》、《暗黑破坏神4》、《古墓丽影》还有《麻布仔大冒险》。我的游戏风格是神枪手，我自己都不觉得，可能是花了27%的时间玩《使命召唤》。这个是每个月都玩了什么游戏，如果他不跟我说这个，我自己都忘了。这一年我一共玩了118个小时，我估计超越了10%的玩家。你们这一年玩了多少个小时？欢迎写到评论区啊。在这一年我一共得了79个奖杯，白金0个，今年结交了78个好友，获得了12个数码收藏品，主要就是这些。看来我作为玩家是相当的不合格呀，主要是没时间。那么今年你一共玩了多少个游戏，花了多少时间，你最喜欢的是哪款游戏，欢迎分享到评论区。